哎，还不错哎，可爱，哎，是钥匙圈呢，还不错。哎，是樱花限定款，而且是 Tokyo Asakusa 哎。哎，这个很漂亮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哎。你要吃什么？炸鱼，我想吃炸鱼。哦，你只点，你就只点这个。那我还想要吃别的。Happy，Happy。然后从他底下，他怎么照片看起来这么小？第一道菜，第一道菜有点大。妈的，比较大。炸鸡汉堡。然后我的被发现，刚刚被店员发现，他穿这件的衣服，然后被店员发现，店员一直称赞他，好害羞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的，哦，好好看。哎，但是酒好浓，看不到灌醉。干杯，干杯。他洗你路哎！我要尝试一下。但他没有里面那个小票。要不要看完超猛的票？哎，我真的好喝的，看一下那个什么拉萨。哦，还不错。好看。哦，最后有那个后劲。嗯。那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嗯。是吗？其实你喜欢鱼。对。我喜欢鱼。没有吃。哦。好吃的薯条。好吃的鱼，你大家听吗？吃很饱，然后又莫名被吓的。刚刚音乐突然放很大声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？然后突然就赚大钱，身体健康，很实际。最后一个，刚才兄弟，好，耶！哦，你那个一起吹掉了。是这样吗？等一下，不是吧？今日の誕生日、今日です。今日は今日の誕生日です。他有给我们这个照片，我觉得这间店很适合庆生，但是很害羞，对，全部尴尬。哎，音乐放出来超大声，我有东西要给你，知道吗？要哭了吗？准备卫生纸。不用了。啊，我看一下，明晚生日快乐，26岁要平安健康。对，我是你，你是最勇敢的。你怎么念出来？我怎么念出来？是家珍家的狗。对。在读我的卡片，谢谢，感动了，太感动，大哥，要抓紧，哎，没关系，不用，刚睡着，生日快乐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吃了2个礼拜、3个礼拜、4个礼拜，然后蜡烛被人家吹掉。
S， 明晚的 M， 秋明晚的 Q， 两个是同一个人。假的，那边是一个那个结婚的，哎，我们去夹娃娃。好啊，这样我觉得好小朋友。你想要蹦斗？蹦斗要怎么夹？蹦斗超可爱的。蹦斗要怎么夹？你要把那个环剥掉，不然它就掉下来。对，一直往左。那我们来玩玩看吧。听说生日的时候都会比较幸运一点。拜托给我们蹦斗。我要蹦斗。晚上也好漂亮。就 Christmas， 我圣诞节的感觉。现在那个观景台，那个唐烂仔也有。烂仔，哎，这边对啊，我正在开始变大。我们很会抓时间。你会饿吗？不会。那要往回走吗？嗯。好。耶。太可爱。上面这个木头超漂亮的，我们真的收到会很开心。对啊，福子你喜ぶ。哎，我的来年的 campfire 过来你して。获得一个便当盒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Happy birthday！ 大切にします。毎日。要好好做便当。はい。我捧场，走吧。结果这里没有蹦斗，是杯面。杯面很可爱。哇，卡老板。很幸运，可是前面有人很多宝，已经投了很多钱。今天带出去的包包，这个超漂亮的，这是这间公司寄给我的，然后我带出去过几次，然后觉得还不错，说可以分享一下。它的开法是这样，其实在外面这样子打开的时候有点不方便，但是它里面容量超大。就是它里面我还有装过平板，然后也装了进去。今天带超少东西的。
里面很空间很大，很喜欢。然后因为就是我蛮珍惜它的，所以我很少背它出去。然后今天刚好有背，想说就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对，今天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希望大家不管是不是生日，都要平安健康，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。